整啥呀？中午没啥吃的，就是炒个鸡蛋，整点翅尖，整点儿这个肠，完了晚上再整好吃的吧。也行，哎呦，你这脑瓜子咋赶鸟窝了呢？你要赶聘空了。你干啥？你干啥？妈抱下来了。啊，找妈妈也行啊。那老舅抱多得劲儿啊。晚上炖排骨。行。再炒一个木耳白菜、黑白菜。黑白菜啊。凉菜。嗯。你要干啥呀？嗯。你非得让爸爸抱，你想去哪儿啊？你绞头吧，绞头一会儿去。绞。不搅、啊、不搅能行吗？这大片光啊！我看看你转过来。待几天，这玩意儿他妈都框底下了，烦死了！你怎么站在这么大汗？近视了，近视了！你干啥去？近这小子近视了。近视了。嗯。多少度了？一百。早上去几点？啥量多少来着？多少？啊？200-150。对，一个150，一个150带50度散光。嗯。完了，一个是200没散光。我跟你说，这都不是学习学的，这是打游戏打的，天天他妈的半夜打游戏，蒙被窝里，眼叉黑的，从早玩到晚。嗯。早晚有一天，活该的事儿。就是、这样。我怀疑他是假性近视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要不到时候上医院里面瞅一眼去。就是假性近视。人家说有这样似的，就是那啥，就是我上网搜的啊，咱也不懂。说那个就是近期老玩老那个就是近叫啥呢近距离用眼，哎妈他哪是近期老近距离用眼呢？你有没有半年一年近距离用眼？10年，那就有10年了，夸夸就玩游戏。要他不好好学习，就考这样他出去玩去。考这样咋的？告诉我，我都不让他知道他打架。考多少分？考多少分？你勇敢大声的说。多少？400多。到底多少？479。你考多少分？考多少？考500几了？547。是吗？嗯。537吧。547。597啊。479。啊，547。嗯，547还孬吗？差几分就能上三中，现在上不了了。哎，上三中，上三中上几中能咋的？上几中？上几中？该狗屁不是，还狗屁不是。还得我鼓励你，跟你说，是不是？我这知道这考这到时候，人当时考完，人说上三中本了。嗯。我要知道这分啊，还出去玩去、嗯？我拿他去。走吧，一会儿头发饺子剃秃，剃削发明志，怎么样？削发吧，明志吧，上高中还好好学吧。你又整啥呀？把那鸡翅整了啊？啊，完了炒个鸡蛋。对啊。嗯，吃尖儿啊？嗯，你俩不爱吃吗？你吃吗？吃。没啥整的呀。你不吃啊？我吃不吃都行。整个烤肠啊？中午就对付一口得了，完晚上再整吧。中午他一会儿还得吃饭，孩子。行。哎呀妈，整吧，给我孩子。一会儿俺俩去吃完饭去那啥去，去那脚头去，他这头像筐似的，我也得脚脚。喝酒吧，他可真磕碜。走，给一筐。你要让谁抱？嗯，你想玩油烟机？还玩油烟机？那12、13。查啥呢？我看看，那一袋几个？你这个查呢？这是26个吧？那还查它干什么？再查一遍。不查了。查去。浪费时间。查一下，快点。没有，那放下。我查，你靠边。2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。没有26啊。不可能，他就是12、13个左右。我查24个。那差不多，那是13个左右，他又不是稳是吗？嗯。这翅尖儿，翅尖儿真好吃。对、嗯、呀。呀。不对吗？嗯，你把，对呀、啊，对。这个烤用啥火啊？就用大火、啊。我就用大火，我也不看时间。就啥时候啥时候熟啥时候算，拽一下子翻的没事拽一下子翻，它这等于写的是3分钟，这玩意儿就被时间长，因为翅尖嘛，它本身它就薄，它该糊了。这翅尖就是藤椒味儿啊，辣的。这是空气炸锅，无需解冻，放入锅中，温度200度，烤5分钟。这写的嘛，油炸是3分钟。啊。嗯，这微波炉3分钟。烤箱
分钟。啥也没有，空气炸锅整上好吃，这油炸也行。油炸也行，我这就用空气炸锅五分钟。省事儿。这肠吃就吃，不吃拉倒，这孩子就愿意吃垃圾食品。嗯，他就是个垃圾，他就吃垃圾食品。蒸鸡蛋糕还是炒鸡蛋？炒鸡蛋呗，炒鸡蛋还是费劲。我儿先做饭。做哎，对，我儿还没吃呢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给爸爸吃口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我煮一下，不，我不吃，不吃，你吃吧。哎呀妈！你这真敞亮了你。啊。再给爸爸吃一口吧，可以吗？给爸爸吃口可以吗，大人？哦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出锅了，出锅了，还整点肠，这家伙还要吃肠、哎。我儿子还没吃饭呢吗？嗯，给他等的晾凉呢。嗯，那先喂他呗。啊，我喂你俩就吃。那多不好。我的没喂啥，给他那么大，完了瘪了。嗯。完了就得在火上才能热乎啊。还有儿子的饭。这啥呀？柿子面条啊。面条里边还有那个肉啥的，但是现在不让吃太荤，就给它少放一点。嗯，有点积食是吧？嗯。你说他也没吃多少，怎么还能积食呢？不知道呀。肚子小吧，可能是。刚好凉凉的，完了，一喂，好了，就完事儿了。吃。吃。烤鸡吗？鸡翅、肠、鸡蛋。哎，那是咸蛋，你要抠。这儿呢。嗯。我在楼下买的，家里鸭蛋没了，你尝尝。你不吃啊？你等会吃。这不吃一口吧，晚上再给你做好吃的。你这一脸疙瘩还敢吃，疼叫吃劲儿啊？嗯，这挺好吃的，也不耽误是吧？嗯。那刚才前方传来什么捷讯？你可能还可以上三中。非常渺茫的希望可以上三中是吧？你这肘子就吃饭那着，你馋了？没吃那肠吗？没有。这是啥烤肠？这是那火山石那个？对呀、啊。你拿着，好吃。那好吃。嗯，这些老汉了。我也有烤，正好是爆的，但一出锅时间长有点瘪了。嗯。这玩意儿能下饭吗？就那炒鸡蛋和咸蛋下饭。嗯，炒鸡蛋可得了，真难吃。你姐炒的正常吗？这就算好吃的了，这顿儿。我跟俺家都是嘎嘎的，不开火的人。我都不敢吃，我怕我进医院。没事儿。那就容易洗。你这头发这么长，都排秃子。嗯，一会儿剃个秃子。也行。他脚短点吧，太长了，长高拉撒的什么样？不咬。嗯。吃上脚头去，我也脚咬呀。脚跟你大哥一个发型。这大雨下的，上哪脚活呢？看着人了，去领他剪剪头发。妈，你干啥呢？再给妈妈整一下。再来一下，儿子，咋整的？刚才咋整的？再整一下。啊！再来一下啊！再来一下。别咬手。嗯、你咋能听懂呢？再来一下。谁到了？剪剪头发，你剪不？你。那啥，那一会儿回来取啊。啊。老刘给发的瓜子儿，一会儿回来俺们取一下子。没啥事，刚下完，我看上面面，上面面洗好头就完事儿了。上他家去剪剪头发，我老弟这个头发实在太长了，像个片筐。这还短呢。你剪没剪头？嗯。啊，瞅着那个财神爷晃晃脑袋了。儿子，亲爸爸一口，亲亲。
来吧，亲亲，亲一下。嗯，你也不会、啊。不想亲你。亲爸爸，我看看，亲亲，亲亲，亲一下，亲亲。瞅愣了。傻了吧？嗯呢。你吃苞米了？他吃，吃好几粒了，一二三四粒了。妈呀！我吃这。我看你嘴丫子啥玩意儿？你搁那哭吗呢？搁那嚼呢？吃四粒。咋样？给他。儿。这块不嫩点吗？儿子。宝宝，宝宝在哪儿呢？宝宝在哪里呢？啊？哎，宝宝在哪儿呢？那嚼呢，那东西勒呢。你这感觉给你脚头感上行了。你瞅那时候像活够了似的。剃秃子啊？多少？就按短了剪呗，给他就给剪短点儿就行，打打打薄啥的，就按原来型来就行。头发剪完了，发型，他家剪的挺好是啊，我感觉挺帅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咋有就帅。然后，哎，你觉得啥呀？那我觉得挺好看的，真的，板正啊。哎吧，不比刚才那鸡窝强啊，这起码瞅的是个人样啊。这是啥呀？啥？虾仿。虾仿。家仿。啊，那底下那个是老刘瓜子不？是。哎，老刘邮一大箱。我看看那多大一箱？啊，对我爸说邮一小箱。多少斤呢？那是。那我不知道啊，五斤。妈，谁能吃了五斤？我爸说有一回也是有完了吃不了，给你大哥，给你妈，给你奶他们。那不还是上楼再打呗？上楼再打呗，反正也不沉。他要去摁蜜罐儿。你还要摁这个啊？回家了，赶紧吃饭了。对呀。儿子。回家得炖排骨了。舅舅在哪儿呢？你指一下。舅舅。舅舅在哪儿呢？答案送上门了，我也不想回答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走吧，这嗑瓜子儿吧。走回家洗手啊！啊，拜拜吧。走吧，走了，走了。啊，真乖，走了。走。